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起手礼诸佛，起法比丘僧，今演毗尼法，令正法久住，善护于口言，自定其自意，身莫说出恶，使三业道尽，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而皆禅续十戒，禅续十呢，因为它连带的其他一些问题，也是禅与续之间的互放，故此有好几句的说法。那么诸不律的判罪善呢，也有轻重交互，不尽相同。那我们以四份呢判罪为准，兼带看一下其他律的一些判法。我说下面就说禅与续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就禅之以续呢为之一为之义，就两者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共同之处，就四句以答之。第一，常而非续。所谓常而非续，是指的是犯常而不犯续，也就但受是要，不加口法过中，就是这里结基罗罪，他没过夜，只是过中而已，只是禅了，过时间过中就叫禅，不加口法。所以是要都同十要论，如果其他三要加口法呢，如果加口法犯不犯，犯不犯禅，但是不过限情况是不犯禅，是不是？如果过限也就有犯非实这么一说。二呢，续而非禅，犯基罗罪，只是续而不犯禅。既然犯续，怎么不犯禅呢？这一说未受食或共续，或共续，这样犯吉罗，这都不数，不跟里面同续，这不犯，他饮食没有在一起，所以说他虽然过夜，他不犯禅。三，两者都犯了，一禅一续，是非常非续可知，也就这两句也都知道，同时都犯。所以我们看这个记文当中呢，说是一三两句证实此戒都是有禅，一三都是犯禅，这家就是讲禅的事情，就轻重分异。第二呢是犯内续，续而非禅，就有内续的事。第四条无过可知，无过可知，既不犯禅也不犯续。注文当中简约说，上句是通明守受，说未受食，未受食，那是说无口法这种情况。下句别指三要，别指三要，因为说如果有口法跟食要呢无口法这样的简别，所以就不续不犯。那么下面做内续来简别，禅续以内续又做四句。上面那个续只是过夜而已，过夜未必是内续，是不是这样？内续是怎么回事？饮食跟比丘同处，同处是这样边有内续。一是禅续非内续，是禅续非内续，也就是说过夜了，有受饮食，有受的饮食他吃剩下了，那么就说是禅续非内续，无受饮食共续，那么他不一定跟饮食在一起的。那今日受食安在界外不共续，就是非内续，这种情况值得堕。这个堕从哪得了呢？禅续。
啊，是内是非禅，是内非禅，是内蓄非禅，就跟饮食在一起，它不是吃剩的。三世俱俱类之，俱俱就是是禅是内蓄，非禅会内蓄，是这样。所以有云禁地无内蓄，有云是过去有人讲古诗这么讲说禁地没有内蓄的事情。文云除气比丘故之有也，下面是说利益应该有，律里面这样讲的。四句当中三义禅义内，也就是上一段的第三句有点一样，是吧？上一段禅字以序有何区别，是那一句一样。那么一题一集，禅是题，序是集罗，是这个是无犯啊。初句属此戒，初句是指戒之禅，是禅序非内序，正好是这一条戒所讲的。第二属内序，就不属这个。第三呢是涉到两戒，下面是指过去有人这样讲的，古诗说既然结禁地啊，开呢生在里面跟饮食一起住，所以立里面破说既令除气比丘明知说不能在里面供宿，比丘不能在禁地的。这律中禅序不受食戒，禅序和不受食戒都是因为坐禅比丘为缘起，为防未来恶比丘故。为什么自在要戒？为了怕为恶比丘不遵圣戒的缘故。说内无道观，烦恼未伏，妄以道业变轻圣戒。意思是说那修道的人说既然修道就不管这些了，不遵圣戒，故在提醒是这样。此乃心色爱嗔大我未伐，他们提醒说心内心还有爱嗔所在，我执没有断，都大我未伐，故诸三乘道人并不轻戒。三乘道人皆依戒而住，所以身法我根，请慢时传，请慢时传，慢就是我说我慢，时是烦恼结时，等于断掉境界呢，而增道业，尊重戒，增长道业。可不轻善之哉，其实应该尊重。那么下面是叫欠词的意思。那么当时是奋少衣乞食的比丘，所以他到庙中去乞食，人家供奉鬼神的他就拿来吃，会引起饥闲，那都是因为乞食少衣知足的比丘啊。那么这一条戒是修禅的坐禅的比丘，因为乞食麻烦呢，故事说头一天乞食过一天吃，所以这样的事情而是真实修道的戒减为嫌恶啊。是啊，下面的是以禅观为真修道，戒减为嫌恶。他就说戒的事情只是说嫌疑的，那修禅的是重要啊。岂知道观非戒不成，即说修道这个道是通常修禅定，因戒而生定，你的非戒不成，故之万一是次世人这么讲的。下面显过呢，起道弃戒，起道弃就把戒不要了，说故心色哀嗔轻慢圣戒，说大我未伐，是这么浅说。所以要尊重圣戒的缘故，的近世常常有这样的事呢，应该要多看圣人教导。下面是食诵如何行复，饮食善有逆懒的事如何处理，这就比较微细的事。如果说波浊不净止疏，波浊的这样不清净这东西脏在那了，然后烧炒食，这炒就很干，到上面会粘在上面呢，应泄净波中食之，就上面那个可能又脏了，那么把这个草呢卸在净波上。浊波者气，所谓浊波者气就脏在那上面那个油疏就是紫疏那个波有脏那种的那个草啊，不要不能吃的，就是气者。
那么还有一种呢，叫神坠波，就少补的那个波啊，补起来的呢，少周指出，它本来是掐在那缝缝上面，周一打进去，那个指就出来了。但气逆处，那不净的东西把去掉，疑者得实，这一个告诉我们如何行复。那下面说波如何去净那些油腻的事。若星星波及少梳子油浊，或者波或者少浊的，这怎么办呢？要三二三照道洗，就用的照道把它洗干净了。那其他的油腻的气味还在那里怎么办呢？不净，就说没洗干净呢，这种情况下也叫明净，因为经过处理。那个酥油的味道都很重了吗？前几天他们行吃那个东西，我真是不敢吃啊！我看着都有点害怕，他连咬一勺倒在饭里，敢吃啊？坏掉了吗？那怎么说营养？我看着都害怕，你怎么？啊？那因人而异。没有味道吗？我看着你点的酥油味道都很重，黄不拉滋的，那东西打一勺干净敢吃，那味道都很重。嗯，有的那个东西往里脏在上面，要这样处理。如果那味道还在那呢，有味道了吧？那一点酥油没有味道吗？有的。他们有把那个酥油拿来抹那个面包，有没有？那味道是很重的，火刺还有奶油啊，酥油没有味道，奶油也有味道，酥油吃习惯了就好吃了，不习惯了也不好吃。啊，不尽残，不尽残续。这下面说，那另外一段呢？不尽残续，言时即罗，以四分同罪。这一段是十颂里面所讲的。下面理应说呢，是不尽残续，理应犯重；如果时，理应犯重；言时言，不尽的言时应该是犯轻，应该这样啊。那祭文下面讲，上面里面怎么讲的？就是说。你油腻的东西去掉，然后如何进那个逆气，不进下的减实体，四要皆重，理应是四要皆重，可下面减盐，盐是什么？盐巴是属于什么药？进行受药的吧。这盐巴没有谁拿一个盐巴的吃着玩的吧，是不是？这盐非贪馋，故罪是轻，所以不一样了。不尽，所谓说那里面讲的就内属恶处的事，如果是这样，应该理应是犯重。下面引结论：逆故不弃者，非是逆故。这个就是正上面中间那一段波洗的一种方法，洗波方法。那就是说，它逆，所谓逆，就有点那个味道在那里呢，不去啊，它可能。就我现在过去那个波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洗洁精啊那么好，洗一洗都没有了，过去只是照道而已。民间土做的肥皂你们看见吗？就是那种树脂上面 有用结的树的脂啊，还可以清油的，是不是啊？是不是过去那个就蛮先进的了，可以洗一洗，没有现在说的种种气污油的东西多得很。所以那有一点那个油腻，一说经营处理呢，没不妨可以啊。你看印度当时的人洗澡怎么洗呢？用牛粪啊，扫脏了用牛粪来洗，或者用沙，是这样洗的。因为说印度人崇拜牛的嘛，牛粪是干净的。啊，我头一次去五台山，那个什么庙我都忘记了，半山爬台顶，到那半坡，那个出家人呢，看见我们去很高兴，他正好在捏那个马粪呢，青龙班弄在晒，就少那么抓，黑乎乎看我们去，他就抓一把饼干，
那真是哭笑不得。你要还是不要？我们一说好了，我们不吃不吃，这样。你那他马粪本来是蛮干净的，是不是？干净是干净，毕竟是马粪呢，是不？但是印度极少有用这个牛粪的。好，下面呢说善见，饮善见就是如何转移那种饮食，免过多比丘依沙弥行，就是出外比丘各自单食，理应比丘不能单食的，那么这种像单食，自食各个自分，到了时间了应该分以沙弥以比丘云，这个沙弥是懂得如何做法，叫沙弥以比丘云呢，我持几份以大德意之，他说我拿一份自己跟大德换一下，这种意得以护以第二比丘意，他跟那个第一个比丘换完了，他那一份给比丘，他把那一份给比丘那一份给他了，那就属于沙弥的了，那么他再跟比丘换那一份，这样辗转换，属于一种净法。所以这个就不能按上面所讲的，就上面所讲那样了，就是说毗尼当中不能说是相应不相应，对不对？如果是按转牛角尖说啊，那既然不净，他换给他，那再换一下就净了。这做法是如是，这是表法而已。乃至下座沙弥不解者，比丘自持时已，共交共义德无犯，也是这样啊。我昨天遇到一个沙弥说知识看事，他们知道哈，这我们沙弥都知道。我拿个锄头，我说知识看事，他说哈哈，我来。我说他知道这个事情。我说你怎么会知道？他说哎，早就训练出来了。他懂了这个道理，是不是？那这一项是共义的一种，如果不能不他不知道，应告诉他一下啊。乃至持米行，上面是指熟食，底下是指生食。沙弥小比丘得做饭，你就可以做，但是呢不能燃火。做饭是可以做饭，但不能燃火。比丘燃火不可以，不是？那就是有种种过了。若会不得吹角。吹角就吹一吹气，或者搅一搅，这种情况都有换吉罗，属于如善分掌转意之，还是这样上面这种生熟善熟知的做法。一准金石禅食与熟人，若过以他者，恶处不尽，以心不断故不尽。如果说舍给他做断心，这方可不断的都有不尽，就转给他这种做法。到善见当中自持时转意，比丘自持容易有恶处，所以就让沙弥来犯。如果沙弥小呢，这么一做法的免过，对小众的免过哈。那下面的是持转意，是同跟上面的一种做法。那下面说要做断心才可以，那个注文当中讲的，大家以实诵。比丘传食以沙弥，沙弥传播食以比丘，比丘洗手更受，怕有不尽处的事，以一心食以沙弥，所以尽必须要实心给他的可以。那眼行难得实处，听自持时从他意尽时得食，这也还是一种交换的办法。今有直将食以气尽人，直接就给净人，这个气就说是给净人。凡从气取二比啊，俱无受舍不明交易，就是说你给他真心给他，你别人转一下，意思说没有做断心。你说如善见者好，善见者好怎么好？上面一段就是我们前面的第三页前面那一段，这样做法。有比丘使沙弥持钵，沙弥使以持不尽钵矣。师佛言：无极事不应使上，就是缘起。后来佛说，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不要叫沙弥拿钵，搞不好又弄脏了。若使持，应从沙弥受。若使持啊，要从沙弥那里受，以免呢有污的事。
那么这一段也是复转的意思，只是前面第二段那个讲说要洗手，眼行那段的明意境交换一下是净的，下面是点住，笔记无受心，这个没有做断心，这种不曾开。生无舍心，熟无受心，即后弃取。生无受心，熟无舍心，故言俱无。所以上面是应该是这样的缘故，所以说不成。如果都有符合这相反的意思，那应该成。那注文当中讲的《庐善论》中辗转意境的名有受舍心，这才可以。有下名受波言起，或者说下面自定，应该呢，要受，怕会有污的事。那么下面一段又是十诵的文，无水处，在居住一个缺水的地方，那怎么办呢？水上有石，既然缺水，怎么会水上有石呢？了解不？无水处，可是那个水就是说不怎么清净的水。水善有时气善引取下，意思那个水本身是不能引的，但是没水的情况呢，那种水呢也可以引。就水善有时，水善有时不是不可以引呢？气善引取下，若下有时怎么办呢？引起善，一种是浮在上面的了，乃至疏油等吹去引。取水泉池中有时一耳，其他地方取水也是如是。记文当中无水处为别求难得，那只能在这个地方的水里面有时，一种处理法，它散或者是下。水中有时虽复宿溺，有宿溺的事情的缘故开之，随时浮沉取之清净，那只都是一种善巧方便的做法。下面引申其多论，起时时已有残气，旷野时散，明日起时不得，他吃不完呢，倒在那个石头上面。第二天呢，起时得不到起时，不作本意，凡从本道，时善故犯在者，无尽人自取。这是一种开法。所谓说不做本意，你原先起时就没想到说要去原来那个地方，我昨天到那饭没吃完要去取，这有本意啊，实在是没有起不得，本来那个就是有过数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起不到，还是从那个地方正好把它拿来吃，无尽人就是自取，有尽人要重受。如果是有鸟屋十处单身去，那个字音是不是念生？念生啊，生去就是剥去有鸟吃的那地那一块，把它拿去。字典里面好像不是这么写，字典上是这么写，它这个地方是弯下来，你要让这个字查不到。五百问因缘同善，五百问的事也是跟这个是一样的，是不是缘是相同？所以开则以信思重故，为什么把东西倒在那里，别人再吃呢？信思重故是这样，不能浪费了。又无主物，如一坛夜法，取食者得。就无主物，为什么讲一坛夜呢？他讲那个地方的人呢，以物啊，我以无我心故，所以有这样子取食。无犯则生其的文，下面是五份。比丘残果以尽人矣，吃完的那个果没吃，没剩下的呢，给尽人矣。不做防疫，不要指望他防给。后尽人防以比丘佛言：离手以明尽，可以食，这是可以。这就完全做断心，不是说你给他再给你这种心做好都不可以。下面是升旗如何护尽。莫问升旗当中说，莫问时非时受，若过非时如法训，就时间很短，若时得堕过了，
停过西移复得停时时堕，因为升起的戒本当中还有一条叫停时时戒，四分子是残续过去犯，他说他这个地方是讲的过须臾犯，就是是升起的文不同，所以说但起受持至终，过终已去，现一西移，很短的时间这样。若过二十，若过二十就是过终或过西移，过这两者名为灰时，就不成了。比就晨起应尽洗手，洗完以前就洗手洗到哪里为止呢？不得出炉，不得出炉就洗手，不能马虎，要洗干净了。你看这边律里面强调，佛陀实在是很讲究卫生的，看见吗？啊，我们禅堂的洗手怎么洗？啊，只是这样一下，是不是？文龙师教我们是这样点一下、转一下就可以，不能那样哗啦稀里哗啦的洗，是不是这样？所以说这是各自表法都不同。律当中通常要求洗要洗很干净，要照到一遍两遍洗才可以。但是律里面没有叫我们念咒，有没有发现？那个毗尼日用都叫我们要念咒，一天到晚的念到晚那个咒吗？一听到打钟就要开始念咒了，闻钟声烦恼重。啊，要起来做功课了。那个沙弥现在把它改成闻钟声烦恼重，啊，那么就要开始念，然后呢就起床睡眠食物啦，如何如何，然后下脚穿衣服洗脸等等，都要念一天念到完。那我原先也有念，后来看到一个藕益大师所讲的呢，说又不是修密，无需念那么多密咒。是这样子，后来我就没念这个事情。他说那不需要那样子。他说你到底是修哪一方面呢？一会儿念这个，一会儿念那个，心容易散乱。他这样讲。那不是说比丘老是做，那个也有道理。后来一些大德们把那个《华严净恨品》当中列出来，意思是说，在所有运作当中都住在这些念上，排除其他的杂念，行护这种。心态是好的，时时都想到众生，说都要清净心，所有一些做法都要清净，是这么一个意思，表法而已啊。但律本身只是告诉你要洗，而没有叫你怎么念，律本身没有这样子，所以说那个东西跟持律不持律啊，也没有什么太大直接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律文里面都没有讲到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个地方所谓不得粗鲁啊，就是不能马虎，洗一下子啊，洗五指头，五指头怎么讲？单以灰土洗开，令作身。这洗要作身，一会儿你再稍微洗一下子。我们常住以前一个老和尚呢，他那个洗手的手都没下去，他当老师傅没有，他去洗手就点一下子就完了，然后正好洗洗的够出来，就插在那毛巾上面，毛巾擦黑黑的。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洗法，洗衣更像摸者不净。如果说洗一下摸不净呢，就还要再洗，你感觉这手还有点黏黏的或者不清净呢，还要再洗。啊，今有安苹果手巾上，安果手巾上，若有回逆气势相连得残续恶除等，就是说那个手巾上面如果有不脏不清净，你理应都要洗一洗。啊，若净经无过，这是极其讲究卫生的一种做法。所以用现在话来说是这样的，要一切都要洗干净，以免呢长处不净。因为比丘修法上要讲究清净，历令以守经胜食果，要守经胜食果。那按照上面说讲说应该要清净，十诵中守经日别一洗，他会这么引出来。本例是这样讲，十诵说那扫经一天都要洗一次啊，因中升起出名过时，这上面讲说时间过了怎么办呢？有两罪，上次灰时，下去停时，未过西移即犯灰时，
只是放前面。若过膝，所以会放两种。哦，下面注文讲说有个实现。落下名呢，挥十二十就是一直过，我们上面讲的二十就是一个是过中，一个是过膝。那么下面主问如何行护的事情啊？所以这什么叫出炉呢？就是越裂，就是麻服，草率。所以说洗一更摸，什么叫洗一更摸？就相处一下，看看你有没有干净。不干净是重洗的意思。那下面点出来应该怎么处理这些行护。好，下面再引申其静波护手。申其说：若洗波已，不得摸拭，不得摸拭，丹田始燥。洗了以后啊，就不要再东摸西摸，再摸擦一下，可能说呢有怕脏上了。应该呢洗干净，意思我们现在洗波都是用一块布，那个布意思要弄干净了，然后再擦一下，意思说再让它自己干净。一时时单复净手，看看洗手，吃饭前洗手也讲究科学了吧？若摸头口手，相揩者，以上洗法洗之。你吃了，然后东摸摸西摸摸呢，要重新再洗。做袈裟者更需洗之。如果就摸一下袈裟，又要洗一下。为什么这样呢？哦，我看下面呢、啊，都在洗，恐怕有，就是说波不能摸的意思，就怕损颜色了。那下面是说，护手做袈裟者，容有尘污，故忌洗之。袈裟上面，通常不是说我们袈裟那个条叶纹往下，就把尘土脏在上面了，这样，所以要重洗。旧名因着袈裟系净手者非。有人说为什么这样？过去是这样讲的，不对，他怕有尘土。一言失受，上见理论说：若起时直分于尘土落波中，起时易到尘，天下已瓜分的事情，有尘土落单，作念当为沙弥气得死。他都不是为自己，是为沙弥。这样讲，黄与沙弥，如上因言已，跟沙弥讲说，我这样讲，沙弥受矣呢。因此是沙弥时经师以大德得时无犯，看到没有？这律里面的一些处理方法是吧？你不能旁心想象的，这样讲一下就可以了，就可以啊。他、哦、是在表法清净而已。尘土落波不受香杂，所谓的不受香杂，饮食本身是有受，那尘土掉下去没有受怎么办呢？那尘土也要受啊，也要受的啊。他因为尘土他们有没有受的东西掉下去，不受衣物的相杂当中，所以怎么办呢？要剪除可去的，不可出去的那就没办法了。舍受听时方便免过，闻曰沙弥，于众清净人呢理应通许，就净人也是可以。诸文所明不为单戒，不受恶处，四相相杂，文中可见，灵文辨之，问参烂。就这里面有讲不受十戒掺杂的里面内容当中，所以不受恶处相杂。那么这条残学十戒不犯呢，若续受食以父母，如果是残续食的食能给父母开源了。若他舍做人计价鱼，就给他们吃，看多少钱给他们。那弃食比丘从做人边弃得，若波鱼有孔隙呢，食入中如华洗，那么其他的不出来，这样是可以不出得。若续输油，那就不做，只做其他的用，这种情况下一都是开源。这是残续十戒哈。那么39条不受十戒，不受十戒实在是太麻烦了，很长了。到哪里为止？24、29，看见没有？这么长。所以说饮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比丘饮食更是麻烦。
所以说俗人说披散袈裟事更多，在家人吃饭哪有讲究这么多道理，这么多麻烦的事呢？譬如当和善他有种种麻烦的事，所以禅虚又不可以啦，不受食又不可以啦，那么受食当中又讲究种种的法则威仪过程。那么这条戒的缘起本来是很简单的，那后来慢慢由于僧团当中一些事情一直增补起来呢，就有种种事引起啊。当时说有人呢是在世袭道当中或者在庙当中祭祀神灵，或者过去的父母设供祭祀。印度，我们从印度的史料来看呢，印度人非常重视祭祀的。中国不是这样吗？中国也是讲究祭祀的，是不是？天坛，北京的天坛，它就是祭祀祭天所用了。中国的老百姓每逢过年过节，我们常的四十八节都要进行祭祀的一种活动。这是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所做法上不同而已。那么这个东西常常只能用世间不可思议来说明，佛法当中有不可思议，世间的东西也有不可思议，很多难以用语言来说明它的为什么，这能理解吗？所以说那个鬼神他会去找人的麻烦，人万一给他摸着了呢，或者给他弄一下呢，你人不得安宁。然后呢要么请一请啊，跟他讲一讲啊，弄一弄他就好了，这是为什么呢？真是说不清楚。那死人的骨头啊，那个骨灰啊，人在那里惹不得，或者说你们根本就没有这一方面的经验，或者没有听说，或者有人有听说。如果建房子你把那个骨灰压在房子底下，这个房子住人就不得安宁，那是为什么？人说人死的那个骨灰就变土了，怎么会不得安宁呢？确有此事，在民间当中的流传呢很多很多说法。你说不相信他真有之，你不能说没有啊，没有这个事情就不会在民间流传，说明在民间流传他或有或无，隐隐约约还在那里作怪啊。像我们当地老百姓那个骨灰，你做个坟墓，那个坟墓风水方向如果不对，那就会三级到佛人，他会真会这样，那是为什么？说不清楚，那是世间不可思议。你不能说那绝对没有，没有你试试看，没有你试试看，拿个骨灰在山上，那骨灰你挖了你把它弄一下子啊，很可能没有，没有你去弄它没事，有人就会有事，就会是这样子，他鬼会弄得让你残疾，那鬼神也惹不起啊。所以说我们呢，佛信佛的人呢，对这鬼神怎么样呢？要敬而远之，敬而远之。你不能说我没关系，我是方外之人，出家的大沙门，我还怕你不成？惹不起，我们还是凡人凡夫而已。他们是神灵幽灵界的呢，他们有一些神通，他弄你一下子呢，让你不得自在。这事情真是有的，是吧？你从这佛教当中讲的这些事情也有啊。悟达国师不是因为烟鬼找他麻烦吗？对不对？那个膝盖上长个人面疮，他就会有这样的事情。你不能说没有，他就是有啊。就这些种种事情呢都会有，或者通过诵经啊、持咒啊、念他就没事啊，通过祈祷讲讲他真的没事情。有些呢，他是有些冤家债主找上门来了，你真的去都去不掉。你这东西不能不相信，真有这个事情啊！他通过他一些祭祀啊、一些祈祷祷告啊，他果然灵验了。你说那到底咋回事？
很多佛教也解释不清楚。佛教说人嘛，要么最长时间的那中阴身49天，他就要投胎转世的。既然投胎转世，那个神识已经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跟那原先那个尸体骨头又有什么关系呢？嗯，那不是扫尸鬼，那到底是谁呀？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都分了很多体，一个去淘汰，一个在扫尸？你有在佛经里，我们现有所了解学到的佛经那些道理，你去套套不上去，解释不清楚。那有就有这样的事情。我一个外公哈，他死了10多年，他一直在那里显现，他会这样呢？那就是说我母亲亲自经历的事情，他都知道这种事情。他一会儿马上就在哪个地方显现一下，告诉这个事情，等一下这个事情果然会发生。他有这样的事情，很灵验的。他说我外婆死了，我还10几岁了哦，他就拿去进站，搞得很热闹。然后呢，他呢，第二天呢，我母亲是4个姐妹，3个兄弟，他7个兄弟姐妹呢，同一个晚上做同样一个梦。他说：“你跟你母亲搞得很热闹，搞我搞得冷冷清清放在那里。”他说：“我那个骨灰里面、骨头里面都长水，我那里面瓶里面有水呀，你要不要倒出来洗一洗，然后烘一烘？”他果然呢，他们几个就说，他说我昨天晚上做这个梦，他说我也做这个梦呢，他说我也做这个梦了，完了天下大乱了。然后呢把骨灰倒出来，果然里面有水。你说这咋回事？死了10几年了呢。这叫世间不可思议。我相信这个世间不可思议。那么幽灵啊，鬼神啊，佛教本身也讲有鬼，你不能说没鬼，哪有鬼啊？有鬼。道明寺惨了。鬼里面分了很多种类呀，有财鬼、无财鬼、大鬼、小鬼，我们通常讲的是恶鬼，比较痛苦的是恶鬼。有财鬼，他鬼他也领一个部族的，很大一个团体，啊，这真有用。那么烧那个纸钱到底有没有用呢？那真是说不清。按我们佛教说，你烧那纸钱干嘛？它有用啊，它真是有用，有时候真是有用。他就会讲那个神鬼呀、啊，那个或者说他通过神呢，他来讲这个事情。他说你需要烧一烧什么纸钱，要不然我没钱用啊，如何如何。他烧一烧他就没事了。本来他在家里会兴风作浪作怪，通过烧一烧呢，弄一弄呢，他这个事情就平息下来，没事。有一种人生病，拿医生看怎么查他没病，没事，回到家里他就有病，就是很怪。你说那就是换鬼了啊。然后他也种种搞迷信活动，我们通常说迷信活动，他做一做他果然好了。你不能说啊，那迷信活动什么，世间不可思议，就有这些鬼神，就有鬼神就会在那里作怪，你要相信啊。所以我们每天放蒙山干嘛？那就因为有鬼神了嘛。我们每天初十出生干嘛？中午初十，早上初十，那就是布施给他们了。所以没有啊，佛陀讲这个事情呢会有。我们不能说啊，一概话我们是无神论者，什么都没有。所谓佛教讲无神论，他不是这样讲无神论。其他教讲有神论嘛，那神是主宰我们人生一切。佛教讲无神论，他的神鬼不能主宰我们，不能说不是说完全没有，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说这中国有种种祭祀活动，在印度有种种祭祀活动。佛在出世之前，印度就有种种的这些教法祭祀活动。所以我们从十家传都看出来，佛当年到尼连长河洗澡，洗完澡上来就有谁去供养他呢？啊，牧羊女，牧羊女他本身是供那个树神的，供树神，那正好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然后他那个仆人跟他讲说，今天真有一个树神坐在那里，然后他就很高兴，拿着种羊奶去供养，拿羊奶牛奶去供养。
就祈祷，佛就接受他那种供养了。那些说明说当时就有这种做法，他那个根本就不是供佛去的，他啊，那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我去供养，他是供养树神的，正好遇到释迦牟尼佛，这么来的。所以说，这有这样祭祀呢，那些比丘以为啊，说这东西没人要的东西，他就拿来就吃了。吃了呢，那些人这些就说去供奉的人就不高兴，说我是供养神灵鬼神，这些比丘不像话，完拿去吃。比丘以为是粪扫东西，没人要，就要了。吃了引起畸形这么一个事情而引起说那饮食都要瘦，那还有其他的缘啊，还有其他的缘在当中，所以得也要受死，因为有畸形的事情引起的。他说解释说，比丘凡食必从人受，故为此教名不受食，应该受食，如果不受就是这条戒所讲的。然呢，受兼口守口，十通四要，如后具名。所谓受，有讲的口受和手受，那就说这四要当中都有这四，如后具名。那一般是时时是没有口法，不过在某种因缘上也有一点点的口法，有没有？是不是犯地那种情况下，人家来不及还讲受受受，还要讲一下，那是也是说有口法在内。下面呢分成十门分字，第一个字受益，这为什么要受？第二个是那我们先第一个一个来，这个总的十点我们先不看它哈。初中，所谓初中就是受益。我为自戒以前呢，比丘各都不受食。白和言，我不喜见着格皆依坏色依人呐、啊，不受食而食，是为不予取。他是当时这么讥嫌的，所以就好像掏道一样。所以说堕论里面就讲说有五义，第一个是为了断盗窃因缘，有受他就避这个讥嫌了。第二呢，为做证明。他有人受给那个人就是做证明。三呢为止诽谤，那上面就因为种种诽谤不宜取啊。四呢为成少欲知足，有人受你不能随便乱拿呀，随便乱拿他就没有这样的。比如我们行坛有人受，那给你多少你打多少，你自己要你说不定那还好菜你就拼命打了，就不一样了，这就违背知足。五呢为物生信，为物物什么？令众生生信。另呢外道得利益，西有比丘以外道共行，但是说当时这么一个外道跟比丘在一起走路啊，那在一个树果树底下，那么那个外道说要不要散树啊，去摘果啊，比丘说我不能散树，散树过人头都不可啊，也不可以。那么摇树，他摇果树呢，他说不能摇果树，不能摇，摇的话掉下来会换什么？坏生种，是不是？我们上面不说啊，乃至那个花，你要需要花摇下来，那个黄的可以，就是生花掉下来都要换过，换过的坏生种的事，他又不肯，又不肯就地取。他说：“那我摇下你地下取吧。”他说：“我不受，不能要，他要受的，并答言说：‘佛不许做。’外道知佛法清净，即随佛出家，然后得肉尽。你看见没有？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说啊，这比丘实在是了不起。然后在字义当中，记文饮呢，出饮五分的白衣喝持一分三，他不洗衣者是遭羁绊的事。割戒衣不生悟性，不予取又同盗窃，所以说这几句话已经包含在内了啊。自此见呢，反三过为三种利益。那么多论的五义，第一个是凡重盗。第二呢，假比受他不是盗窃。第三是议会，议会就是讲的毁谤少欲知足。五是引缘，意是生性的外道令比丘散树啊，这样的事情，所以不可啊。三就说为什么这样犯什么戒，这里引出来了。第二，能受者是比丘。第一个是自义嘛，啊，听他讲能受，就是什么人是
要做这个受持法呢？了论说，能受者那个令似乎是错误的哈，多余的。能受者即戒比丘，助以自信求得在此处，求得在此。什么叫做求得在此处呢？就是说清净戒助。解因能受，就解这一段文。解因说，能受者清净持戒无悔，故言助自信。所谓自信，自信求得至此处，就是助有戒体法，有戒体的缘故，有戒体清净。一求饮食，名为求得，就是记文讲的求得为有所需，他要有所需求的这个饮食。此处受持即度以于比丘，不须更受。记文说，受持处下因地及水中者，什么地方呢？说此处就这些地方，于者不须。所谓于者不须，是其他比丘不须，显示能受法是通以他，这个受法是通以其他的。就是说一个比丘去受一下，那其他比丘可以共持此时。即名此比丘为能受，这样叫做能受，就简别说能所区别无有难。若破戒被病别住十三难三局灭病应灭病学毁等人不曾受故，就其他那是不曾，因为他会比丘体。就记文最后那一段哈，减除不能，并非住自信故。上面是讲要住自信清净，被病那一种呢是四结魔人，那就是上面我们简洁的这个竹述当中所讲的那几种人，就二十五人的十三难，自他俱不成，并欲自成，其他可以自己可以做的，那其他的就跟别人做是不成，这是简别。好，第三所对境，所对境就是能受食的人，那个受是有提草盘的，受给比丘那个。到底什么人可以受给比丘呢？意思上面是说能受需要受法的。了论里面解说，除自己及同类受食，比丘受比丘行不行？不成受，所以就除自己及同类。于三类众生随被教不被教，那么先到这一句。所以三类是指的，看记文，人、灰人、畜生，这三类都可以，但不过说这三类必须要解知比丘法才可以，也就必具这上面这三下面这三种才可以，不具这不成。我们看抄文说，知比丘不得自取食食，不能直接拿饮食而吃。第二种，又知此可食物，不能吃的东西都不能受啊，这可食物。三呢，知比丘是受施人，度以比丘，说拿给比丘，这样才可以。若不解此意呢，虽已不承受，也虽然那三种都不承受，要了解这个事情。所以说下面多论说，为作证明故。原来多论上面字义本身也讲为作证明，若在人中灰人畜生悉不承受，为作证明啊。若在人中，一说如既然是在人当中呢，灰人和畜生不承受，无人可以开。上面不是通三类人吗？三类人如果有人呢，灰人畜生是不承。所以我们看记文最后那里多论，人中不通非一处，为多人处，仿之无人方开异类。这样了解了，就是所对的境。那下面五分的开源，旷野无尽人处，在旷野住的南落的地方呢，听自喜烧气安水，可以自己这样做，尽人安民。他的没有尽人，怎么会尽人安民呢？那要看记文啊，看记文怎么解释这个无尽人安弥呢？或是尽人年小，或者呢是别的地方暂时借来的那个尽人。意思是说比丘是不能这样干的，那没办法，别的地方叫一个人来做一下，所以说所谓无尽人这种做法。要不然说无尽人怎么又尽人安弥，你不看记文突然看这个抄文就是想不通，是吧？自主若熟从他受，自主煮熟了要从别人那里受才可以，
文中记文说，文中但开自主二处二级罗库，只是开这两种级，自主自主不就不能自主不是，也不能二处啊，这种是开无人情况下，那安米还要进人来安。那像隐身且讲说，旷野中行牛善受食，那也就是说证明所对境的通非人畜生，讲畜生牛善受食，他怎么做法呢？常带连牛一日一夕至牛善，把那牛那扇子，我那牛要躺下去怎么办呢？会搞掉了啊！但是他没讲那么多，我们会考虑很多，说那牛跑了呢，掉了呢，如果是水牛跑到水里去了呢，是不是？一系列的事情，他这里说是这样，牛可以受啊，没有的异常情况下，不下水的情况下，是吧？人不得处置，就挂在牛那，人不能处，这个所谓人不能处置，就怕有恶处的事情呢。自此一比丘引神，到那时候呢，比丘把引一下神，一比丘受取口言受受受，要自己做这样做法，因为没人呢从牛那里受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这个记文升起怎么讲，牛善意记无人开从畜生受，但呢受受非宜，这样本来做是不可以的，所以要加口法，受食要加口法，引即是牵的意思，牵着牛那样做法。而十诵，参不得遮故非除，参营回来回去怎么办呢？不能遮故非除，这个鸟来啄一口去，但去啄处鱼蚕得食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记文说，所以说餐亭鸟啄不明失兽，过于说是可以得食的。这是解释所对境啊。善见说，天人鬼神畜生飞鸟皆成兽，那怎么受法呢？下面有引五分说，迦摄从地势受食，身其中猕猴鞭受蜜，食受呢这细数地义意应得受，这都是非常异常的事情啊。准此六道知解者成，反者不成。那下面我们看到善见总结六四趣，鬼是受修罗为六趣，五分下面三律，别几三趣和善通论，生其之佛受猕猴蜜，食受的木莲尊者一耳沙弥接受彼时，这于众意义无受重受，这是轻的情况可以，重的地义它根本就不能受啊。那下面结义了论，地时受，那扶桑集里面怎么讲我都有点忘记了，冲看一下那扶桑集就知道，第十天好像他原来是下了人间，那个迦摄从他那里受，后来有点怀疑说这承不承受呢，问佛，佛说承受，就从第十天那里承受，第十天下来到人间来的，这样讲。第四，所受时出梵明西佛，就是说所受时这分成两点，第一点的梵明西佛，二呢转变间解释明西佛。十诵五种尘不虚受，五种尘不虚受，为石尘、骨尘、衣尘、水尘、风尘，应是细者，若粗应该吸收，说这几种呢不需要受，很细啊，就是说万一这个尘土怎么会吸收，尘土怎么吃呢，很细掉到波当中去了，这种不虚受，粗的应该受。善见若尘大掉到波里面去怎么办呢？可除者去渍，就可以很明显看见的把它拿掉，愚者不犯，也就分不出来的，细者更瘦，其他有细的应该瘦。前十诵中或无人处，或者是响明中尘，所谓响明中尘就是门缝当中阳光射进来，我们通常会看见那种灰尘在那儿动晃，不是，就那种啊，是叫做细者。行时时比作鱼食喷进波中承受，比作的波跳到波当中来了，这种情况是承。生其一切承，一切更受，也承也要受。畜生呢正生承，畜生会抖一下的那个承，这不可以哈、
若作意承受，乃至行饼炒饭等抖擞宽器喷进钵中那种尘，那不作意者不成，要作意缓善呢，承受生离互净互受也是可以。我看基文五尘不受在抄文很慢，故此说要引注一下说明一下，就细和粗的分别，会说注明善见呢是名承诺可结十颂，就善见所讲说，那么下面引十颂呢，作为说明，就注两义何废律论呢，想明就是说穿溪非成戏者复戏者，所以说不需要简别说明。行下行时比丘那波中的事情呢，名十堕，十堕这十堕不是犯堕的意思，饮食掉到波当中来，意也作意故成。升级者简明诸成，所谓什么叫作意呢？非成非路的时候吸起受意，也讲说这是一种受就可以了。下面是诸实名喷进，喷落成否，就是乃至行草的那个斗宽斗的事情。此受啊，升起的名不净承受，生离复处复妄为净，这是开源。那么善见，善见还有讲便利的事情，看见没有？若病即言，有病即言，需要大小便、尘土等自取。小便有托治病的，大便治病这是很少听说的，你们听说吗？啊，有啊，有没有？有啊，用大便做病做药。小便可以做药，大便也能做药。你们吃过吗？听说啊，小便我有听说，我也甚至有看见过这样的事啊。明了论说明大开量，说这些词语大开量，如善卷说，善卷说哪一卷讲啊，如下卷说，下卷说是可以。好，那律里面说是四分，你说尘土泥等悉受应有人处，所以说这尘土啊要受，那要有人处才，无人处开源。善见事物不受，非可爱物，那些东西是不可爱的，大小便啊尘土啊。了论呢，五量摄一切物，所谓五量就是指的一切物如是要被饮啊，也就是便利水土名为大开，以及大开量，它是讲到食啊，就说是要乃至这些尘土大开量，所以大开量为说自取无所遮。那立文令受呢，以论不同，令说尘土本来是善见，你们讲说不要受啊，四分之要受，那也有人无人来讲。也就是说，如果根据上面两论来讲呢，有人也开，就了论跟善见，有人也是开的。试问说，有人呢应该受，无人开。下面是原开，时众听当时行，不使人见，就比丘不要挑东西，挑东西来那不要让人家看见啊。如果看见怎么办呢？好像在我们在前面讲的这条也是有这样的事情了。是不是？不挑，比挑东，不要挑东西。如果有挑东西，看见来了，看见人来了，赶紧换下，不要挑。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极其护这个比丘的那种威形象，因为挑的东西就是有犯威仪，所以说很注意，就不要使在家人看见起毁谤心。若是当下到取一诺，一诺大概是抓一把那样子。不受而食，或肚子饿了，这种情况啊，就抓一把吃食。又听过大则单粮从他意进食，这是有人，前世无人啊，这是有人是这么做法。
生其多论，见昨日十善禅时不受开时，如前界说，还记得吧？我们刚才前面一条不是石头，他头一天放在那里，他第二天又到那里去，就是说开不受时，一即难开，四同减十八世，所以减十有八世可以不受时。五百问当时说，三月处无人的，日中不得往返，听七日自作，先静迷取，这是一种总作静的一种做法。我们看这十种开不受，单行不使人见，时需下道皆避机嫌的缘故，看见吗？他都主要护在家人的心。下面是意境啊，那生其多论，如善如文如前引，前引就是二三九八页上面那个那一段哈。意下呢，结通开意，四分减开八四，内出内主，所谓八四是这些，内出内主二除，生熟二十，水陆两国不作鱼食法，这是开源。五百问当中呢，七日一受，自作不是，先静迷取，他一个文托应该是这样讲，先静迷取受取啊，为火静已然受，这个可以。升起做浑水里面怎么办呢？浊水应受，是水浊的有点颜色，应受性防无犯。那五分说减咸水啊，咸水性咸不着盐，听不受，它本身是这样，这是一味道，上面是这个结论一些颜色，结论着盐灰，着盐灰水见面不需受，就是说照一下能够见到面，这种情况下可以不受，就是说灰尘微细的事情，就是说就水啊，看清浊不清浊，咸性不咸性的事。好，我们看善见，额头汗流入波中，更吸收，连汗流下来都要吸收，怎么说？臂中汗流入手，不吸收，手臂上滑下来入的手不吸收，准此坐意额头一沉，也就是说你坐意一下，你要找人受怎么受？啊？那么说流汗同咸水意思要受一下。那么升起阳之者，口中有热气生，串叶咽之，就是把这个串应该穿就生穿了，口生穿了，那个杨柳枝不是可以去火的吗？昨天说那个水换成池旁边种杨柳枝，鱼会死掉。会吗？不会的，杨柳枝没有毒的，我们拿来刷牙都可以，怎么会鱼会毒呢？原先我们的老放生池也有好几个柳树，你们老住人记得吧？就是建那个斋堂之前，很多杨柳树都垂到放生池里面，那叶全部掉在里面，一个掉叶，秋天掉叶，那鱼都没有死掉，对不对？不会的，有人说那是苦水呀，杨枝苦的，你不信咬咬看，那是苦的，苦是清热的嘛，是吧？不会死啊，所以说杨柳枝如果咬咬有枝咽下去引受，若勿咽不犯，这是极小的事情啊。那冰血袍无尽人近处洗手自起时，他因为有形体的了啊，自起时有着呢引受，本来水是不要受的，是不是？除水及阳之嘛，四分戒本除水及阳之，不言厌非厌的事情，没有讲说厌不厌，所以说这应该准生其为好，就是厌之应该受一下，这么讲。那么这个祭文当中讲呢，阳之分厌不厌，冰血也有人无人，无人可以，这是从微细的讲。那第二呢是转变。上见受生姜后生芽，生姜会生芽吗？生姜受完它会生芽的，不是受。火尽已生芽，芽处更尽。那么姜呢？不要，芽处要更尽。灰生芽处得食，
盐变成水得食，盐不是化了，不是变成水了吗？这是一种转变的事情，看一说有没有祭文里面都看它有没有变成本质的事情，或本质呢，就要重做了，不见本质这样情况下可以啊。所以善见的生姜生芽，旦夕重进而已。那么下面是转变，也是转变，照做转变。生息说自从主不是受，自始主的侍奉也是这样，又起时比丘时冷了，但重新热一下啊，律文里面叫做自暖无犯，又重新热一下不犯。若疏甘蔗时密麻油等，有前计时故，辗转不是受。什么叫做计时？计时，所以说昔计时云：始终静物生，我当作七日要受。灰时也是这样，过中变照呢，计不是受，就是说这个转变的事情啊。那么第五，我们翻过来第五啊。受十处，明了论说求得在此处，求得在此处跟上面的段文一样，就是地及水中空中不成，对吧？如前受持当中所讲的，空中不成，为能受在空中，能受人在一个在地下在空中正不成呢，就位移不一致。若论所对在空意应不成，无论是哪一者都不可，故知能所记在地上，如前第二门怎么所讲的，第二门也就是2405页，好像是2405页第一行，2405页对不对？啊，此处受，那个此处那地方看到没有？就地和水中那一段，也就是抄文的第三行，记文的第三行，就如前，就地的地上。好，六名受持法，受持法，一个是气时相对，了论说自边三种。所谓什么叫自边呢？一说自身边，为以物自比丘手中，叫自身边。第二呢，自物边，为俗人当物，令比丘自取，少自物边，这也是成。那么第三种呢，自气边，以气助物，受于比丘，但作气，这也叫受。受持法，就是说，分成三位啊。今时就盘取时呢，准自物边受也是可。我们现在从盘受，这也是可以。这是第一种，也就是受第六当中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身心相对，身受非心受。第一个是心身受非心受，所谓呢心言他事，但生波受，把波生过去，心想别的，本来下他要心身心都受。第二呢，心受非身受，施主自食而去，但作意受，就施主把东西放在那里他走了，这样呢就是心受不是身受。毗尼母里面说，以贤比丘故，有些不信仰呢，起事来了怎么办呢？他不喜欢呢，自持舍地，佛言离手已，是已尽，他的已经离手，这也是神。若准生其这种受法，准生其应该要加三受，说三受就是三个受，受这样三受。好，身心平等，挥所遮，说若足食已尽，不作于实法不成受，是这种。所以这个身心，我们看第三句，第三句怎么讲呢？平等的正义，所谓呢，所谓平等，说正义扬手而受，这就是如法的受，扬手而受，这样子平等。
那么第四呢，挥身心受，比丘以施足先相领，先相领丹，中前圆事不得面对，便发力坐向后自时已终，或入定，或礼佛诵经，这样等等事情呢，也都并承受。他以前有个规划放在那里，受的非身心受，有规定放在那里那个地方，然后比丘到时间去取。所以这个地方呢，四句身心四句，初句非心承受。虽非庄严实境呢，必须要心境分明。一向无心这不成的，原先有这个方便才可，一向无心也不成。第二句是，是像的毗尼下面引言，毗因毗舍离古贵啊，神主比丘往外国乞食，那么那个国家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嫌比丘，然后说有犯地下受，然后下面说要加口法，平等我们刚才看了，减非法。想非法身心 虽等呢，违法不成。就是说第三种呢，说明一下。第四呢，先有方便故开后成，就是说先面有这么一种做法，规定一个地方放在那里这个成。那么第三种呢，第六的第三种呢，单心无对受，只是心受而已。就是说邪见人不以比丘施，这就是心受哈。当满，当满，但应该现在当下有个坐字，当满茶徒归立坐相，若夜必播下时，您说说都不愿意看这种情况，就说坛规做一个坛，一个这个土台或什么东西放在那里，然后给比丘。那么前细宝戒当中，俗人宝器不得捉，下时也讲到受，一直这个大同，就是说不能捉器。弥老论诗颂一同，不相结等同志。那么五分呢，火烧马屋，送食置地，它是一种言呢、啊。但是说本来要给比丘时受一下，可是呢时间来不及了，着火了，那把食放在地下。所以这个地方呢，也是应该要加口法。升起若长眠，以时不觉者不成；若不欲自食自捉，以尽人。那么这说这个升起所讲的长眠以时啊，不觉，意思不觉得他，但是受的时候已经入定了，或者是睡觉，对方给食啊、我们不能想说那不至于说能给食，你怎么睡着了呢？或者他是在那儿打坐，有这种情况，睡着不觉，意思不觉的不成。若不欲自身，若不欲自食，若不愿意自己吃啊，然后自捉以尽人，这种意思不承受，你可以给尽人。那么尽人给了以后，或如果说反受给比丘的理应是可以的。我看经言呢、啊。记文当中记前第二句身受非心受那一段，第二句就是前面的第二句讲它是心受非身受，这就担心嘛。前对身心力记，此是单曰心论，就是前第二句那一段呢，就第六，就是我们次第下来啊，受持法呢身心相对，上面是身和心，在这里是单心来讲。身其中出引邪见的言，彼因登具国是边地邪见的嫌比丘，所以不愿意亲手给他，才这么一种做法，规定一个地方给他。那么前下宝器是前面那条戒的言，就是说宝器那个言，因为施主呢做今晚圣食授给比丘，比丘呢以手示器说，那我不能做那个东西，你应该知道。然后怎么办呢？讲说受，这样子可以。下面是子列，丙二部揭开口授，中边不相结以一同开子，即使不解，但是只是讲受，这是一种开源法。但是它不是做结魔或成佛这个事呢，所以说开源只是受食而已。五分呢，施主送食未及受矣，然后忽然有这个盐马屋烧起来了，怎么办呢？这就只是犯地，然后讲口法受。那下面说升起的文呢，那应该怎么办？不觉如何处理？给别人。
那下面有简别说，这里讲说若不觉者持时欲食，欲食就显示单从近人更受，不欲食如超里面就给近人吃无饭。第四点，第六的第四点，连伴处外，升级说神连器物相连不断，以比丘者承受，不会挥威仪，说很远的地方用绳子们拉着这样受，就这样受呢不成威仪，但是 是可以成的。乃至近人树上摇果，比丘以衣钵成渠，或以手脚口下果实呢处之业者，更深心言受受受。那是什么叫做或以手脚口下果实呢？那是指的树上的人呢、啊、树上的人他就会怎么样一种做法把那个果扔下来，那么那个果扔到下来正好碰到那树枝上，上面不是说好像哪个地方讲说有隔啊，就下一段的四分点，如果有隔有障碍的情况下呢不成会是受的，就是说碰到树叶这种情况呢，所以要生讲受受受，也上面扔下来本来是可以，碰到树叶了这种恐怕有隔一下。上见说神系不承受，以无口法，如果有口法应承了，生其若如善承受挥为矣，生其也讲说这样挥为矣，挥为就得极罗罪了。我们看这神莲这说，因为兰若比丘入井里面去输水去了，时到时间到了来不及怎么办呢？那井可能是很深呢、啊，北方的井通常都很深，感觉有的好几百米摆下去啊，空水满呢，说就走井当中吃，令近人甚食气呢，用绳子衔下去。那比丘一手挽绳，一手承之，然后做受受受，这种挥威已经是可承受。乃至名摇至，那果扇丢下来怎么办？所以善见里讲说，最要加一下，把它挥威已。下面做有格的是怎么办？四分若摇物过，若摇过物，摇过物就很远的地方受。受愚者受者，愚者受者的能给的人和受的比丘呢，既知中间无处碍，没有东西暂隔在那里呢，得堕，不是得堕罪的堕，你知道没有障碍，这东西肯定会扔到那里去，少中。得少中者得少中能够啊，得堕少中者得，你说能够掉到少里面是可以的，摇至物呢悉之无碍才可以，有碍是一说不可不承受。那么升起井上闲时下井底，比丘口言受受受，呼吐中间生草木，他碰到井里面的生草木怎么办呢？或者在屋上单弦连汉曲口言受受受，也要这样讲一下才可以。持诵谢书游住波中，谢就是道的波里面呢，虽不觉承受，以住下流故。那水倒下来不是成了一条那么长长的吗？像小瀑布一样的呀，就说这样泄下去，一般东西一说受一次性下去就成了，那么这么长的一段怎么办呢？这一座意思是可以，虽不觉者为出处平，未落波中，那个时间叫做不觉，这个地方讲呢应该是成的，虽不觉承受。升起说近人行果盐菜应与咸饭，就怕他会摸着了，一说你们都放下去就好，不要捉到那个气散，果堕草散，却气者，这因为两个者为什么会这样啊？果堕草散，积气者者不明受，草散积去者，者不明受。为什么这样？这个者代表就是草，等于说碰到草上，第二个者代表意了吗？记文没有解释两个者的什么前后者什么意思。第一个就是
小亭的名兽，意思说那个掉在草上离开了，滚去了，这样不名兽。那果掉下来，掉到草上滚了，稍微停一下成兽。所以这里讲说，中国行道人呢，死法静依居坐矣，然后前思时岸上安草自播，如是时。就是这个中国不是我们中国哈，西域中国就那个地方人吃饭这么一种吃法。什么叫居坐？蹲着坐。你看看居坐下面讲什么意思啊？啊，若近人难得比丘自饭饼果菜边受取行之，若这就没问题。若近人呢，举离地一名受，非为一与但与稍稍受我，一个说受一下啊。若枪腹热不得受的，因为整个锅抓的人不能受怎么办呢？单以两个木横地告诉说这样，如果直接放在地会怎么样？不可以啊，三地还有三地的了。比丘脚腻，当安枪时口言说说说，安上去要再讲一下。好，下面近人受法，闲患孔主物气，所以叫呢去者时喷尽子去。下面住啊，草上居坐为两足基地，就是我们在谈的挂腿那样做法的啊，两足居地。准复请篇，但是说时息居坐，吃的时候要居坐。三千威仪里面的诸佛，皆诸佛法呢，皆着净衣居坐而食。若有出家弟子应如是法，以能凡众戒故，为净衣故呢，亦俗法，亦世俗故，所以说应自居坐法广如后引。此土居坐受食，随番所依，非教所许。就是说持土家坐，这个叫持土家坐受持，就得盘腿。我们现在南方几乎都这样的，北方人可能坐在炕上吃饭，方丈你盘腿怎么疼？你在堂不可能所有人都盘腿吃饭。这是说宋朝不知道他那个比丘当时吃饭是怎么吃的，或许北方或者北方坐在那炕上有盘腿，北方人吃饭不是一个小桌子放在那炕上吗？然后把腿收进去就能坐着吃，是不是？若近人下名呢，比丘受行出名言开了，下面就地受，就地受是怎么做法？那个锅啊，乃至下面的锅热的一些做法。好。五呢，名心境相当受。这个五啊，是第还是第六的五啊？啊，第六的五，就近人做三法，比丘做三法，十五七过等。广如是要当中讲，因为他的文很简单，所以记文里面说近人三法要佛净，别要体四心受于，就别要体要认识这是什么什么药，就四药当中是什么药要知道，那四心受于比丘。那比丘三法呢，仰首受，仰首受或加计时，或加计时就是用什么药应该用什么法来做啊，然后分体分多少啊？七过，所谓要离这个没有七过才可以啊。内宿、内足、自足、恶处、残续、守卫受，受已停过西移，这是准升旗那个文，就是乃至非时将，非时将也有自地停过西移，就不成非受了吗？是不是？啊？七受过停过西移，也就是非时将，如果没有口法，没有口法自地过西移，不是不成
是不是就失受了，就不成了啊。如果你们有也有人要受非时间要记得，如果没有口法拿过来就要吃完，不能放下去，放下去就失受了，要这样做。如果有加口法，那非时之名下钱可以。准下呢更有手受以变动位置八犯，比如说手受或者 有所变动或者有处的事情呢，所以说这里讲七过应该是有八种，这是第五。第六呢，心非心境受，非心的如善起时自起剪开等言，不劳心境自起无罪，有这种情况要是开言的。说非心，既闻说非心犹不对境，直而自取故无受心。如善升级多论十善起时，在十善起时也开剪开八事里面都是说不受即可。好，我们先看这里啊。诸佛如是第一法，闻法奉行安忍法，大众。